道怎么进入这个世界，可是我们已经玩过的人可以给你们一些建议，让你们玩的游戏玩得更好，然后更能享受这个游戏的乐趣，这样子。好，那我们就进入我们的主题。那首先就是加入比赛。假设因为如果没有很熟悉的话，我们加入比赛的方法就是手机有 APP 下载之后，它有一个 event， 就是会有各种游戏的页面啊，加进去之后，那它会有一些符号，你可能不太认识。比如说第一个那种有那种那个就像课表，然后第二个这种有旗子的就是比赛，然后第三个 TTR 这个什么都没有，就是一个团练。所以你可以选择你要参加的东西，那它也会有时间跟它的活动名称。好，好，谢谢。它都是写成单字的。对，可是它也可以看，你也可以看到明天的比赛、后天的比赛，好，都可以。可以就设定对不对？对，可以设定。然后再来是分组，请问你们都有外企吧？都，大家都有外企。当你遇到跟你能力差很多的，其实那个会被海放，或者是你遇到很弱的人，你会害怕他，所以其实在这个游戏里面也会有能力的分组。那他的分组就是透过那个推力比，推力比就是你你的瓦数跟除以你的体重的这个，不晓得现场有人有没有用功率计的吗？都有用，但是他通常你的就是买起这个之后再，你们可以再去研究一下，然后他就会有一个推力比的级数分级，就是 A、B、C。三组，还有 B， 就是你在2.5以下这样。没有，没有关系，那训练台会有提供。对，智慧训练台它会有发射功率，然后你可以去测你的功率，然后了解你的能力在哪里，然后选择你的组别加入。好，下一个。组别是怎么加入？因为我从来没有。待会跟你讲。然后我们要注意的是，玩这个很简单的基本技巧。不要忘了你的水、你的毛巾，重点是电风扇，还有你不要断电了。就是有时候会玩到一半没有，就是讯号不稳或者是怎么样。可是我觉得普遍的调查来讲，大家都是怕没有电风扇，因为真的很热。然后再来就是参加比赛的时候，其实因为大家都是肾上腺素，所以一开赛的时候其实是强度最高的。可是我们一般比赛的时候是强度最低，是一开始。开始打很慢气，可是在低温的时间里面，大家一开始就强度很高，所以你必须要习惯一开始的很高的强度。然后再来就是你要了解低温的风阻效应，是因为低温是一个美国公司，他们是由所有就是跟你一样喜欢骑脚踏车的人城市人员所组成的，所以他们会把这个真实的世界换成虚拟世界，所以他也会考量到你在真实世界里面的风阻的东西。所以待会我们会进一步再解释这些东西，然后再来就是假设你就像我们现实世界一样，你会买好车，会买好轮子，然后希望可以提升你的表现，在这个世界里面一样，你可以因为你骑久了，所以你的那个等级会变高，你就可以在里面选择你就是更好的道具这样。那比如说我今天要参加平路赛，我就可以去换板轮，在那个后台身边后面设定就可以。然后再来就是它也会有，就像游戏一样，它会有一些道具，就是目前只有这三种，是轻量化，然后风阻，然后跟车效应等等都可以选择，这是一些小技巧。然后下一个是，那个等一下道具会说明，会，道具会私下可以再解释。那我这边要讲的就是我想想，就是真实的比赛跟这位比赛有什么不一样？那这边要调查一下。有参加过真的比赛的请举手，在现实生活上挑战赛啊或联赛啊都算。好，谢谢。那可是自由比赛跟现实生活上比赛有什么不一样呢？我们看一下一页，就是自由比赛是一开始就很快，你们参加过比赛的人应该知道，其实一开始是放行都还算没有很快，可是最快的是当然是终点前几公里嘛。可是自由比赛是一开始它就会强度很高，然后再来就是第二个，你在 Zimmer 集团里面是移动自如的，因为是虚拟世界嘛。可是，在真实世界里面，你在集团里面，你要挤到前面，其实有时候不是很容易，然后你甚至很容易就被挤到后面去了。可是，在 Zimmer 里面，在一群人里面，你
可能只要稍微用力个5瓦10瓦，你就可以很容易就游移到前面，或者是你稍微休息，你就会游移到后面，可是还是在极海里面。不像我们真实世界的时候，你还必须注意前方的人的状况，或者是旁边的人很偏移或者是什么这样，所以这是不同的地方。然后再来就是在 JUV 里面是不容易完成脱逃。假设你在你的，比如说你之后是 C 级好了，你在自己的 C 级集团里面，你不容易完成脱逃，是因为它会计算那个跟车效应，它的跟车效应非常明显，所以不容易脱逃，除非你能力是更高的。那再来就是它是稳比较稳定的力量，就是在那个集团里面，你可能因为跟车跟在后面，你就会稍微滑了一下，或者是因为你跟到某个人，你的省了30%的力，所以你的力量就可以省的比较多。可是，在地位世界里面，它的力量是比较持续的。好，然后我想要分享一个图，对，我想要请问现场各位 ，A 跟 B 这两个是骑完的结果，然后它是功率曲线跟心跳还有转速，来，请告诉我哪一个是真实的比赛 ？A 跟 B 看得出来吗？下面那个粉红色线是回转速，中间是功率，第一条线是速度，这样。然后你们来猜 A 跟 B 哪一场哪一个是真实的比赛 ？A 是，然后 B 就是 Zero 比赛，对不对？那我差在哪里呢？就是那个转速，它会突然你会因为集团车然后滑一下或者是顿一下这样。可是在 Zero 比赛是比较持续的，这就是不同的地方。那相同的呢，就是其实现实生活跟游戏一样，都是需要战车，就是一些战略来骑更好的战略。好，待会我们再讲。再来相同的就是，大家一定很喜欢看到这个图，表示已经进步了，就是他告诉你的 FTP。我想所有的那个训练的骑士都是很希望自己 FTP 进步，然后他的成就感跟痛苦都是相同的。再来是精锐风速效应，就是。其实事实上，你骑在集团里面是不用刹车，你只要稍微转两下，就是轻点，你就可以减缓，然后变慢或者变快。可是呢，当有时候你有在骑自由的时候，发现你怎么就是一堆人，可是你被骑出集团了。可是这时候，你只要持续的那个强度，你就会被系统就会自动真的带你回到集团里面。这就是，可是呢，因为它。当我们骑在外面的时候，其实你很明显有风的感觉，你知道骑在一个人的后面，你变轻松了。可是其实，在自由的世界，你是感觉不太到的。你看到你自己站在他后面，可是你当然没有感觉，这就是有限的回馈。所以你必须要解读自由上面给你的讯息，包括旁边的推力比，然后还有就是那个头像的，我会接下来讲解释。大家有没有注意过那个 Z 位的画面？然后你的头，你是骑着的，你通常是在背后看你自己嘛？那你有没有发现，有时候你会坐起来，有时候你会喝水，然后有时候你会趴下去？那是什么情况下你的头像会坐起来呢？就是当你躲在一个人的后面，你成功躲在他后面的时候，你的头像就会坐起来。然后另外一个是你一个人骑，可是你骑得很慢，他就会坐起来。没有趴下去过。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两个画面，哪一个人的速度是比较快的？对，就趴下去那个人是快的，然后他可能时速高于33，系统就会让他自己趴下去。然后下坡也会下去，所以你超过就会趴下去。对，然后你可能时速超过33，系统是自动这样预设。那如果你读骑，然后低于33，它就会让你坐起来。那这个时候你就可以观察，假设你现在是旁边还有别人，那你躲在他后面。虽然你的时速高于33，可是你还是可能坐起来的，因为你已经有得到它的那个跟车效应这样。然后我这边要跟大家观赏一些精彩的 TTR Mini Race， 就是 TTR 是台湾最大的团练，在 Zebra 线上。那我们来看一下，因为它是团练，到最后5公里会进行一个小比赛。那我们来观赏一下这个，就是他就问你 Are you ready？然后准备开始，最后这次是婷雅的团练，某个晚上，然后全部都是台湾人，大家可以看一下，当然也有一些外国人来加入。然后因为他右边可以选任何的人，他滑鼠点过去，他可以看到任何点的人，这样。
它上面都挖去挖去谁挖去谁这样。然后这是他们目前要进入最后公益的比赛，那么 mini race go go go， 意思就是开始比赛。所以所有人，你可以想象现在资讯就是大家都在家里，然后正在努力的挥汗最后5公里，然后可以注意左上角它的瓦数，就是在集团里面的瓦数。然后右边的那个就是所有的名单列表，你可以看到他们的团里面不一样。好，然后我们最后5公里，我们就直接跳到最后500公尺。这是最后500公尺，大家可以看到这几个，它其实已经人变少了，因为最后500公尺强度又更高。其实你可以看到右手边那个名单栏上面，它有七，它的数字变红。变红，表示它的推力比超过。一直在提升它的推力。你看他们现在前面正目前冲终点的是这三个。冲过去了。因为显示红色，它大概已经快到10左右。可以，刚刚那个左上角都到3、4、7、6、7、5、6、7、8这样子冲刺啊，结束了。这就是一个迷你race，公主的帽子就赶快用道具。对对对，他们在终点有使用那个道具，对，这是 OK 的。好，然后我们再看下一张。皮皮卡是目前台湾最大团体，它目前就是2、3、4个活动，就是在晚上。大家约线上团体，大概到几点？对，晚上8:20，礼拜二、礼拜三是8:20，然后礼拜四是8:15。TTR 是台湾 Trail Ride 的缩写，然后在粉丝专业，还有粉丝专业也有社团，都会有定期公告，我们会有几个领队在上面带团，所以大家都可以参加这样。那你会觉得很好玩，就是线上都是台湾人，那可能还是你认识的朋友在线上看。他是循序渐进的。大概都会提升大家。这一个团标榜的是 C 组，所以就是他会带领 C 组的人，虽然会有一些 B 组的强度，可是大部分还是 C 组的程度为主，这样希望大家一起变强。要长距离。好，那现在要介绍就是一些 Z-Way 进阶的小技巧。其中有一个是实盘路策略，不好意思，因为有些人没玩过，不过我还是可以讲一下，大家可以想象一下，就是因为 Z-Way 是一个虚拟世界。它可以骑到隧道里面，可以骑到火山旁边。那其中还有一个地方就是它可以骑到石板路。那假设不晓得现在有智慧训练台的群举手，有智慧训练台的。好，通常经过这石板路的时候，你的智慧训练台是会有点震动的。那这个时候还有它会有点灰尘。那目前我们通常就是说有可能集团会在这个地方加速。因为我觉得人很奇怪，有点上坡你就想加速，或者是所以石板路也是一样的，你可能会在这个地方觉得比较重的时候，你就要用力踩，就是才不会掉出集团。那还有就是进入这个之前，我们也会希望你是最好骑到集团前面，再进入石板路，以免就不自觉就脱队了。这是一个小技巧。对，因为前面一层灰，大家都抱大去了。对，就是那种一层灰都看不到对方这样子。然后再来是如何避免被跟车。刚刚我有讲到，就是进位的跟车效应是非常明显的，在后面它会帮你节省30，就是当你骑在某个人后面，你就可以跟着了，或者是他就跟着你。可是当比赛的时候，你不想要被跟车怎么办？系统有一个地方是说，假设你现在用力超过100多瓦，你可以轻易的就超越对方。大概就是，可是平常你不需要，你可能平常可能就稍微用点。就出去，可是因为可能要用力一点，大概100瓦以上。要跟他隔壁的差别到100瓦才能够冲出去的。对，可以瞬间就脱离他。假设你在比赛的时候，那相对的，假设你要赶上前面的人，你可能就是要在更大的力去跟上去。然后还有就是所以当你后面有人的时候，你就知道你要超出他之后，你要维持你的强度，这样他就会系统就会让你们分开。你原本是200瓦在骑。然后后面有一个人跟着你，你要变成你要300瓦，你就可以把它拉开了。是，瞬间可以拉开。瞬间可以拉开。好，然后还有就是要用最节能的方式留在集团里，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，假设你现在
面可能只需要280就跟住了，那事实上在跟后面也许你260就可以跟住了，那你为什么要280？是不是？所以如何在集团里面节省你最好的瓦数，其实是可以试试看的，就是你可以试着说不用这么拼命，可能是本来八成就可以跟住，可是事实上你可能70%就可以跟住，这样子。所以你应该多拖来就多拖来，能多拖来就能多拖来。那可是要还是在集团内，对不对？是。那只是你可能会掉到集团的后面，你可能会往后移动一些，事实上你还在集团里面。只是我刚刚在前面有讲过，你在集团里面是移动自如的，你只要所以你可以休息一下，再出去再回来，这样子可以善用这些技巧。再来就是结束之后，你要解读你的比赛结果。好，那这是我在某个比赛，我也不晓得 TVR 的。好吧，结束之后你可以看到你的完成时间，然后以全方的差距，还有最后就是推力比跟瓦数，还有心跳。好，其实我想大家都蛮注意这个的。有时候比完，尤其是你自己参与过这个比赛，你就会想说啊，我到底骑得怎么样的时候，就要选择试着去解读这些东西。然后它那个这边后面也会有提供这样的排名。储存结果就是除了 TT 那个 Zwave 本身的那个排名之外，你也可以传到 Strava，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 Zwave Power， 它是一个那个不算是官方，不算官方，它是第三方单位，第三方单位，专门是主持Zwave 竞赛。其实只要 Zwave 上面有竞赛的话，就做出一个会传到那边去，所有的竞赛结果都会在存在上面。但是现在条件就是用户必须要连接 Strava， 它是读取 Strava 里面资讯。就是你同时也要参加活动，就是参加竞赛或者是特别竞赛的活动，他才会摆上去。就是这个网站可以看到所有的地位的比赛，然后你也可以看到别人的实力如何。那你要到Strava上去连接，对不对？对对，到时候后面可以再看。对，就是你的地位的连接Strava就好。哦。然后他是在授权给这个地位跑了就可以。那地位跑他会自动抓比赛，一定要是比赛的时候。有资讯。我们等一下有 Q&A 再去问他。然后这就是 Zwave Power 的画面，你可以看到，假设我参加一个大家知道那个 Zwave 是全世界的东西嘛？也许我参加一个比赛，它是各国的人都会有这个排名这样。然后他也会告诉你在这场比赛里面的平均瓦数，还有最好的五瓦、最好的五分钟、最好的五秒这样子的时间。那我就简单讲一下训练的概念。其实我觉得现在的每个人都可以是一个功率老师，就是网络上的资讯非常非常多。好，那我们就讲一个概念，就是我喜欢跟大家分享的，就是 Stay Strong and Train Smart。然后你要预测未来呢，最可靠的方式就是你要理解你现在在做什么。那 Train Smart 非常重要，因为我想大家都想要变强，可是方法对不对就不晓得，有时候是，所以我觉得很聪明的训练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，才不会白费苦功。好，然后还有就是，假设你想要有更好的成绩，或者是预测未来怎么样，比如说5.7小时，可是你就要理解你现在做的事情是不是符合未来的目标，这样子。那我想要分享就是课表，这是 Zwave 的一个课表，看起来很难。好，就是它有一些间歇，然后不同的颜色代表不同的那个功率瓦数的强度，然后下一张是，下一张，然后下一张是，就是这张是真正的，就是参加比赛的画面。那我想要表达的就是课表，刚刚的课表就是有曲折，有无氧，有就是一些间歇能力。他所训练的就是为了要反映这些比赛的东西，就是当你训练有到那个强度，所以你才能在比赛里面游刃有余。这是课表的概念。那我这边就是推荐有三个 Zwave 上面的活动。那 KISS 就是一个 A 级的比赛，大家可能台湾好像也有几个可以参加，对，都是精英组的，就是非常强度非常高，就是可能推力比都是4以上的朋友在参加。然后再来就是打 WBR， 是目前场次最多的，一天可能都有2-3场的比赛。它的强度大概就是50到1小时多，50分钟到1小时多。然后它的程度有 A， 它就有分 A、B、C、D 四级。然后最后你骑完，可能一开我可能我记我参加我是 B 级，然后我参加一开始就被还放到 B， 就是 B
第二集团去这样子，然后七关强度蛮高的，不过他就是很有训练效果。然后再来就是台湾最大的 TTR 团，您刚刚提到他目前就是二三十的活动，所以我们会蛮推荐就是刚刚我们的机会朋友可以参加这个 TTR 的活动。然后其实我们好像讲的有点快了，不过我们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小故事，就是这个大陆的选手叫吴云飞，右边是他坐垫掉了，他参加去年的东京五里，他坐垫在新白杨的时候，大家有骑过东京吗？有骑过的请举手。东京就是五里另外一边吧，从那个青云台到五里这样子是。那他在新白杨的时候坐垫掉了，他觉得我不是来玩，我不是来玩赛的，然后我是要来跟国内外好手，我还要跟台湾的，还要跟国外，他是来比赛的。可是现在我的坐垫掉了，他不想骑了。可是他看着还有很多人继续骑，他就觉得好吧，那我还是把它骑好了。就是我不是来玩赛，我是来比赛的。可是因为不得不骑嘛，所以他还是把它玩骑完了。最后他时间是4.5小时，大家应该不知道这标没有难。那事实上他有大概半个小时在等看有没有器材，所以可能实际骑程是不到四个小时左右，是非常厉害的选手。那我为什么会提到他呢？因为他也有在骑 Zwift。那还有一个就是大家应该知道大陆也有一个类似 Zwift 的东西叫做 OneLab 吧，是不是？那它是免费的。那我想好奇的是，为什么吴云飞在大陆他有一个这样的免费软体的，那他为什么还要骑 Zwift 呢？因为那个 OneLab 作弊的很多。不晓得，不过我后来看到他在东京的表现我就知道了，因为他是一个企图心非常前面的就是选手，他就是我就是要站在全世界跟全世界的比赛，我有很旺盛的企图心，要我在大陆是没有办法的， OneLab 是没有办法，他只有大陆，所以只有这位才可以跟全世界接轨，所以他还是会出现在这位里面。所以跟大家分享说他就是他参加地位的那种精神。好，然后谢谢大家，然后今天即分享到此结束。好，希望大家待会我们就有开放那个 Q&A， 然后有小赠品要送给现场的各位。谢谢。你刚刚说那个道具吗？有羽毛那个就是在爬坡的时候的一个经验。对啊，像是汽车跟那个头盔，就是我们在做冲刺的时候，做500米的时候就是 S 型的。现场头盔是什么东西？汽车是什么东西？汽车就是有一人在前，就是类似有人帮你做挡风的。哦，你自己一个人不会，所以好像会有人。嗯，然后这位先生的问题是那个小道具。它其实还有很多小道具。它有一个大加号跟小加号是增加经验值。反正增加经验值，然后剩下就是上述这三个，一个小汽车的图案。啊，它使用方式就是按键盘空白键，或者是用 Zwift 这个 app， 它有个手机的资源 app， 这蓝色的小 app。啊，如果你跟你的同一个网域下，比如说同一个 WiFi 下的话，它会自动连接，然后它就有一些小按钮可以按，然后。建议大家可以下载这个，如果你有玩 Zwift 的话，就要下载这套。对，简单说，它就是 Zwift 的摇杆。对 ，Zwift 摇杆，那你就直接放在你的脚踏车的龙头那边，你就可以直接按。哦，它是 Zwift 的摇杆，从来没有过，超猛的。对，所以要换这个。难怪没有跟上。不是，因为我都平板就可以平板了。那你可以用平板，然后再我们辅助的东西。对，辅助，因为它那个小按键，其实用平板也可以，就是平板也能操作界面，但如果他这个话，他的按钮是最直接，是几颗大颗这样，所以都直接这样按，然后他可以直接聊天。你不一定会有啊，他有的时候他就会反弹。你说哦，对，没有拿到就没有，他有时候是拿到，大部分拿到是拿到经验而已。谢谢。有的。好呀。啊，想询问那个在游戏里面得到新的车架跟轮组啊，那个会影响到实际骑乘的表现吗？因为它重点就是你需要靠你骑乘的里程数，然后去获得那些道具。它最高级25级嘛，但越25级之后，它就是到顶的时候是越拿越好的车架。但是他们之间是有
些微的差距，但是那个些微的差距就是、很小很小，因为它也不能让你就是说做太明显。轮组有差哦，对，轮组它是一定有差，有的是封那个板子的，它或者它有爬坡都有差。这边有工程师吗？没有，其实就是他们用也会把那个写进去，就是有一点点车架的那种细微的差异，然后你骑多少，然后表现怎么样，他会把那个差异算进去，可是应该不会很大。就是微幅啊，就是只有。大家在同一个水平线上的话，就有可以让差异出来。如果大家不水平线都不同的话，那就是会就你也感受不到。它就是同一个水平线上的话，才有那差异。但是现今在 Zwift 里面最强的车是 Trunkbike， 它是因为我们在骑车在玩的时候看到你，这个人车子怎么轮胎发亮？光轮。它是光轮，它解开来难是有点算是一个非常高难度的一个任务啊。看太多人也有啊，光轮，对，光轮，对。它难度是在你要爬升9000还是？就你在记录里面要爬升9000多，累计要9000多，才可以解开这个机制。然后是现金最快的。还有什么问题吗？请说。你是怎么挑自己的课表？其实我没有挑课表，可是你可以。就你的时间来选择你要的东西。对，如果你要你是最近，如果是你是刚去练的话，它有很多入门的那种FTP Builder， 它是可能为期12周，或是你要短时间8周训练的课程，然后或是你需要它有些是一个小时半的课程，或是一个小时的课程。OK， 如果是你要参加比赛，就是在这短时间做要做。打底的话，它有一些像是，我是比较推荐你要 GCN 他们自己，他们 GCN 他们面的主持人他们，等会我们会开给你。对 ，GCN 主持人他们自己写的一些课表，那难度，我们等下给你看一下，需要点那个 right side， 然后你们可以去注意看哦，那个就是课表，就是课表，它这有一个。那个压力指数，那59代表说强度没有很高，那其实跟用 TSS 概念哪里？哦，看到了，看到了。Stress point， 不是 stress point。那如果像是可以帮我看一下这个 GCN 这个什么？对，你有没有看到？是三到四个月时间。下面，就是不同课表的组合，你可以选一家。就是建议说，入门的人用 GCN。没有，GCN 是你要比赛的话，你要练那个。对，练那个。其实我也记得很久，可是我从来没有用过这个、啊。我听过，就是每个人都说他最好用。哦，所以叫 GCN， 下面那个那个。还是随便挑一个。你随便挑一个，它每个强度都很高。哦，你看它的压力指数都在90。大概可能还有100几的那种，90就是逼死你的意思。对，你那骑完一次你就觉得，生不如死，生不如死。越高表示强度越高，可它就会越瘦，就越短，时间越短，强度越高时间越短。他可能一直做不停做间歇啊，可能间歇30趟，那个组合就这样，又做过一次，真的很夸张。这就是 Zwift 的课表的功能。那有没有建议初学的有哪一个？初学的话就是。他其实你看他一开始 FTP test， 第一项选项是 FTP test， 从那开始他可以从那一，他一开始可能是4个月的，4个礼拜，4周，对，要不然就是选60至90一些开始，就是他是算是很简单的，慢慢的累积，他的4周就是每天都要来哦，他建议他是希望你这样，没有，他用的是跳板，不对，对啊，就是他就反正你可以照他课表的每个把它逐步完成它。对啊。还有什么问题吗？那这个什么比赛是长什么样子？比赛？要参加活动要从哪边进去？要回大厅。我直接用我用什么？这里。这是大厅。对，然后你看，你看这右边的。你看那个Upcoming events 就是即将。你的 piece 就是在这上面。可以点 Kiss， 对，你可以点 Kiss， 然后它可以分组 A B C D，
看那个下面这个行事历。嗯，对，这个行事历，然后会有一些，就是有个那种类似，那种高等高线图那种，就是数值，它有一个叫 Guru 版 Guru， Guru， 然后它是，对，什么叫 Guru？ 团体课程。团体课程。团体课程就是其实才课表是无聊的，才课表是一无聊。可是它现在有一个活动叫做团体课程，是也是固定的时间内，我们全部在一起才一个课表。每个人都是七三的，对，一类的。你看他刚刚有个七三的，就是我那个画的一个。那 group ride 就是当什么 TDR 那种，就是 group， 还有 group walk， 对 ，group walk， 对，团体就是团体课程，就是团体课程。他的意思就是我们全部是一起踩课表，可是我们事实上是全部齐在一起。然后我们也都会收到那个信，会有那个什么学员啊，每个学员那个什么定位的学员。哦，那是就是，会一些他如果现在很多，车厂他会要挑选手，他会透过那个选拔，他就是一个选拔，然后他是比如说大家加入这个课程，就是完成他的所有活动，等三个月，他会选出可以被当成选手。那你觉得接下来那个我们收到那个信件的发生什么事？那个我会直接把它删掉，对，因为那个。程度应该是跟不上，甚至发这个给我的。还有问题吗？有关于那个？还有什么出街的？最开始什么下载？还有什么会员问题可以问？嗯。这边好像有人还没有网络，应该有需要讲一下。如果还有就是，如果你没有，你没有公寓机，你没有最顶训练台，但你有一般的那种夹式的训练台，它也是可以玩，对不对？因为这个它有叫，它会计算的叫虚拟功率，它叫 Z Power， 它就是透过你的速度，然后你的踏频，还有你的心跳，然后做虚拟转换的出来的一个功率。但是它是还有要，它有这是因为它有要求是希望你们把你们最真实的体重填上去，因为它这是虚拟 Power， 它必须要它就要有计算一个公式在里面。那如果你们没有的话，你们可以先采用那个方式来玩 Z Wave。但它真实性就会，但会有点误差，但是准确度是 OK 的，因为它是它把它收集了，就是各大手品牌的训练台的型号，然后它相关的数值，它都做进去。困难度在设定里面，这有个困难度 ，difficulty， 那是要做什么 ？difficulty 是我们最顶训练台才有的，它是比如说，你觉得今天这个阻力回馈不够，你可以把它开到最大，然后会影响到什么？影响到你踩七成的感觉，比如说我在查，比如我在查踩上坡，我觉得它回馈给我阻力不够，你可以把它开到全开。那如果我们在比赛的时候，我们建议不会把这个强度开到那么高，因为你在大家在集团内乱，换一个上坡，它突然阻力太重，回馈变小，突然变倒，它变倒。我们来，你如果快骑，你爬山的话，你爬运动，那这个就你要把。变成真实的话，你再把可能就是在对，平衡你要再调高。但是只有否，就是那种智慧型训练台才有的。然后还有那个什么，还有什么模式？有两种模式。那设定里面就有一个叫做什么？好像有一种是固定的，好像因为我们。不是智慧型训练台的时候，爬坡是没有给阻力的。对对对。然后那时候好像你可以卡开成什么模式，它就你的智慧型的就变成像这样子，我给阻力。没有，是你在，我想你的意思应该是 ERG 吗？哎、对对对对对 ，ERG 是只有在我们应该我们在做那种课程那种 workout 的时候，我们会开启 ERG， ERG 就是会让我们它是。透过是那个智慧型训练台，它回馈阻力给你。比如说我现在课程要到330瓦，它是直接回馈330瓦阻力给你。假如说你就不用再做变速的动作，因为我们可能爬坡可能要变轻啊什么，不用，它就是直接给你的是330。所以你玩用这种智慧型训练台，你链条也不会损坏，它就永远在那个档位而已。对，而且它会因为你的踩的。回转数，对你回转就变低，它会回转，就是就变成有时候我会抓不到
要到底是要踩用快还是要踩用力？就是我自己建议是尽量你的转速一定要拉到一个程度，如果你低于六七十的话，它阻力变很重，阻力很重，它越来越重，越来越重，越踩越慢。如果你一直维持在九十以上的话，它是阻力会慢，它一定在欺骗那个气闸，对，它就是它维持那个同一个阻力在下，反正尽量踩快。对，如果你越变越慢的话，它就会判断说，你是要用大脚去踩，它就越来越重，越来越重。所以我们建议就是维持在一个转速，也强迫自己。那如果我今天想说我不喜欢那样，我就把压力关掉了。对，如果你不喜欢那个，就变成正常。对，正常就可以避免。就变成它是抓地形，就是地形的坡度的那种感受训练，那个回馈了。那还有那个什么？为什么那个人的前面会有的人会有前面会有膝盖，有的会有那个？你是说他有个盘子？有一个那个什么？有一个东西。在刚请教的时候，他现在正在做课程。他在骑课表。他在骑课表。就是路上有很多人在骑车，对对对对对，但事实上每个人都做的是不一样。有的人是骑。如果今天我开课表的话，我也会有一个。对，课表留在你前面。假设你是选 walk out 的参加活动，你进来这个学习时间就会有一个看到一个。对对。那你也会看到一群人骑过去，也许他就是转点。然后会有人的那个名字的前面呢、啊，会有那个像旗子，红色的旗子，可是这个现在没有了、啊，就是。哦，有时候是他可能是登山王，或者是冲刺王。啊，那是衣服，那我知道那是衣服。你从哪边的？有时候可以看到一个小旗子，红色的小旗子，在自己的名字或者前面，或者是别人的名字啊，或者什么的。红色小旗子。可以说明一下今天怎么玩吗？下一个。那个、okay. 我要林俊凯，我们待会有一个有奖征答。好，刚刚我后面有没有提到，就是我想请问，我们头像现在这个人是坐着，他是站着，应该停下来了。时速多少的时候，他来骑的时候，时速多少，他的头像会趴下？时速高于多少，他会趴下？刚讲多少？那请说。对，请给他谢谢。就是再复习一下，就是假设你的时速高于33，你的那个头像会自动的趴下。那还有一个趴，可是如果你时速高于33，你却坐起来了，那是什么状况？你说，因为你跟在人家后面，对，所以你成功了坐起来，这样好，恭喜。你自己可以拿给他吗？
有转贴，那你两个社团里面也有相关的讯息。对，可以送车的车衣给反弹进来。就是送他那个成本就是车衣的钱。那虽然我们自由的其实虽然是全线上虚拟的脚踏车活动，可是我们其实跟实体也有一些结合，因为毕竟大家喜欢骑脚踏车嘛。那我们除了在虚拟世界有一些乐趣之外，然后现实生活上的骑乘也是互相加互相补偿成的，所以我们也会办一些实体跟线上结合的活动，都欢迎大家可以关注这样的讯息。像我们去年的时候是跟那个 TES 他们在华山有办一场。去看，办一场那个线下活动。那如果大家如果有新加入的话，明年，今年年底就有机会了。嗯，知道。对，我可以去加油加油。还有什么问题吗？啊，今天最后一只死路，一定要送出去。很高级哦。老板有问题也可以。老板问题啊，老板也可以送老板。没有啊，没有，那我就骑车。啊？可以操作一次吧。你有玩过吗？没有啊。没有，看别人操作。可以啊。可以啊，你是要看什么部分？登录骑车的样子。好。对，那已经就直接上。已经有了。对，就有，就直接骑这台。对，只是我没有连 RPM。真的？他才当当下。没有，有功率吗？有啊。这样我。我们重新登录给这位先生，我们不仅要骑给他看，还要送他什么？对啊，因为你没有转，你转这才会有。有。坐高调一下。登录者画面。这条，好调低啊。现在就可以了吗？可以啊。我明天结束再骑。好，左上角的数字，蓝色的左上角，它开始有瓦数了，所以它会动了。好，右边列表，它叫做 Firefox， 因为它叫 Firefox， 然后你可以看到它的颗粒比，可以在前面看，如果要看的话，那它如何决定前面跟后面的次序，就是以它现在的力量来做。你的颗粒比，是你看的排位是，比如说它离前面的一秒、两秒差两秒，然后后面它有谁差它两秒，这样，然后。假设它快靠近前面那个，上面就会出现那个不是，我给你看这个，就是所谓跟车效应，它一直在显示出来有没有 ？Close the gap。就是距离它，你剩几公尺，你会产生那个效果。可以上一点，跟上别人，不要一直还放别人。太快了。刚刚大力开发的话，你超别人车。好，他现在跟前面那个人，我可以慢慢骑。那个就是在骑。骑客，他就有一个。哇。哇。好，假设他跟前面那个是英国人。下一个，就是日本，好的，他前面有一个日本人，好，他现在往前骑去找他，跟他 say hi， 是可以丢讯息的，其实这位是可以丢讯息的，按 N， 按 N， 哦，他现在跟上这个日本人有没有 OK？ 他骑太慢了，对，他要超过他，现在日本人来了，对，那你跟着他，对，有没有？跟着他，怎么跟呢？就是看他的那个。有一些资讯推力比，他骑的慢。OK， 就是你在进行风阻效应。他骑100左右，有100瓦左右，对，一点多，有没有？他跟在那个。大陆人来了，在后面有看到了。他停了。所以你可以再往前看那些人。那事实上，这个是独骑的状况。假设你是团骑，你是一群人的，这样。现在要加入什么活动吗？你们可以看左半边，它是即时性的资讯。它中间的是累计的资讯，就你现在的时速，中间的那个白色的霸，白色的霸左上角是时速、距离、高度跟时间，然后你现在花就是骑乘时间，然后右上角是小地图，显示你现在的位置还有几公里。那这30天那个快车呢？那刚刚有一个岔路口，他问你要直走还是左转？那因为你现在是独骑，你是可以选择哪个方向？可是假设你是个短，你就不用选路线，它自己会帮你转弯。Z Wave 跟那个 One Left 的差别就是在这个地方。就是 Z Wave 可以转弯， One Left 不能转弯。啊，对，它有这个，它有一条路可以在一起。对。就是一个地，那个你选什么把它震动是一样的。然后左边出现的那个 Z Wave KOM， 意思是说这边有一段，就像我们四川马有很多段，然后这边也有一段 KOM。对对对，那你。
段，他的名字也会在旁边的海米。很有看到，它是演唱会有个红线，红线一过就是开始计时。哦，看到了。就这边开始计时，好不好？他告诉你说，今天最快的是这个1分47，所以你可以在这段挑战你的那个时间。翻开小地图的右上方有现在波度回馈啊，现在8%，现在回馈8%的波度。所以它现在变重，它变轻档，它不会，因为是这个群训练台，因为它变陡了，它就变重。对，这样子模拟在外面的台。你要是踩快的话，就变轻。那大家可以看到，就是他现在23秒29，然后离第一名是1分47。那还有一个就是他差多远，剩753公尺，加油，对。但是我，应该是没办法。七百，你看 ETA 就是你目标完成时间啊，预计大概是3分多。700多公尺好像很简单，可是事实上，当你是在这里挣扎的这个的时候，其实是会度日如年，度秒如年。好吧，先这样吧。我不想完成。你应该要回头吧，下播啊。那我们请下一位把它完成，可以。如果你有兴趣，等一下再看。你可以那个下播，你就不用骑那么辛苦了，就滑下去就好了。这些都是赌气啦，这是赌气。但如果你参加团是要去的。所以他是用手机玩还是用电脑？你可以用电脑，可以用手机玩。手机是用 iPad 啦。手机是用 iPad 或是我们苹果手机，可是安卓也可以下。就是你要是电脑下载，没有，安卓只能下载这个，就是遥感，遥感，是遥感的那个 app。未来是会研究快开发完成的，然后它只提供给高阶的研究手机。好，所以就是重新复习一遍，玩定位的电脑训连台加车，好，这样这三个连在一起。然后如果没有电风扇，或者是它就丢下来了。最简单的是 app。分享一下，我现在在玩。好，大家老板分享一下 Apple TV 怎么玩家，玩这个。对，用这个去那个 Apple 官网，6000多块钱就搞定了。对，那 Apple TV 的概念就是它就像是一台平板电脑，只是它没有荧幕而已。它的荧幕就是你家的电视。你看我们这个电视旁边就接一个 Apple TV， 对，它现在打到 4K， 然后它就是用 HDMI 接上去，然后给它一条 USB 充电的。对，这样子它就可以玩了，然后遥感就在这边。然后画面跑出来这样也没有很差，但它这个是就是最便宜的解决方法，6000多块。对，然后它是只能收蓝牙讯号，所以如果你没有蓝牙心跳带跟蓝牙回转数，这个资讯就不见了。其实当时为了玩这个，我跑去买了那个 iPad， 然后跑去买了一个那个 Windows 的这个平板，他说这个东西买对，那个是最划算的，对，而且它比较没有匹配的问题，一装去就可以玩。对，下载。那它那个App。我就觉得它的哦，它就像是 Apple Store， 对 Apple Store， 对，没错，一样的意思。好，还有什么问题吗？有兴趣可以参加。它也有蓝牙。那现在是蛮陡。那我们讲座到此为止，这样。啊，最后